乘客可以感受到舒适。对，然后第二点是人因设计。对，就是因为里面 U10 的团队，它里面会特别因整体工学进行打造的一个座椅跟枕头，那大家可以请部长长官们上去看一下。对，那第三个是双语。对，因为为了让国际的旅客可以方便搭乘，那里面的资讯跟车外的包含 LED 灯都是进行双语的，让国外旅客可以方便搭乘这样子。对，那请长官们来车头这边看一下 LED 的部分。快，